安排这位歌手呢，是为咱红人榜已经毕业几啊年啊，起码毛真好的表演哦。伊也好歌声，伊把入围过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。各位好朋友，咱这位来欢迎我们的金曲级歌后林乔安。谢谢，好，各位现场来宾大家好。这首歌《蓝梦》的红红桥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好热情啊，万华真的是非常热情，而且万华又很有人情味，万华人很重感情，重感情对哦，阿伯呢，万华人的感情有偌济？我跟你讲，万家人哎，在座所有我安尼讲，一定你给我拍破啊！万家人就是感情归宝地啦，哦，是吧？有影哦，哇，归宝地哦，归宝地，归宝地。哎呦，我不管你后边敢拢有一排一排呢哦，真正啦，拢是热情啊。南北里咯，什么人来个万家，拢有一口饭吃，都可以活下来啦。真正哦，哎呀哈，感动一下好不好？为自己感动一下。哎，归宝地啦，归宝地。认识万华就会爱上万华。你定定来万华吗？小时候？好，我细汉上爱来万华。哎呦，因为阮阿哥住伫万华。你阿哥？我阿哥住伫万华。咁哎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卖特别哦，艺人啊，去甲嘉义就讲，因对上大嘉义啦，去甲台中，影响大台中。许志豪拢唔去食，真正。我去永义宫啊，永兴宫，今天一个附近人来甲我讲，哎，我是乔安的阿哥。乔安，是跟我赶快写作意义啊。今天哦，对我阿哥。等等，我可能美人姐你帮伊讲话哦。来，你也一水讲，你熟悉因阿哥。不是，因阿哥熟悉我。啊，你因阿哥叫什么名？什么名？柠檬。不是，阿伯叫啥？我姓林嘛。
月儿呀。啊对，哇！真的哦。梅兰姐好厉害哦。因为熊熊搞孟杰公柠檬。按摩按摩。因为月儿像像柠檬。对，按摩对吧？按摩啊。按摩姐，你得对，你又来无？你也过来无？也拍谁啦？也拍谁？也拍谁 ？OK 哈。你阿哥，真正阿哥。真正假啦？我阿公来，我阿公来变十步的。是的啦。OK， 好，小时候常来万华就对了。对，因为细汉阿妈定了从来，就是堂兄弟姐妹，啊，就一排安尼带起来这个万华。啊，因为遮有迄个华西街。是。